师父说过，成菩萨成佛根基愿力修为，这是我们个人很重要。弟子想问的是，我们得遇名师法门，师父教您的方法更重要，根据师父教你所修行所走所做，才能离菩萨越来越近，是这样吗？是的是的，是这样的啊。嗯啊，对，我就是觉得最后了，就是我们能有一个很好的师父名师指点你，我们才能离菩萨越来越近。对，你想想看，师父相当于一个导航仪啊。是的是的是的、啊、我把这个导航仪给你们领着前面，让你不会走错路啊，对不对啊？啊啊，对的对的、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嗯，好，嗯，感恩师父。